老朋友。来，哥哥到你这来，各位看这里，各位领导来，一二。带出新挖的一条新开河是为了增强西子江的防洪的能力，所以新开了一条河。这边是那个地名叫水口，就来水来的地方。吴啾啾受葛洪肘后卫街坊启发，发现和研制出青蒿素，获得诺贝尔奖。近年来，惠州位于珠三角东北端，毗邻广州、深圳、香港三大国际化大都市，广州、深圳、香港30分钟生活圈，居全球。大亚湾石化区连续5年综合实力位列中国化工园区第二。前以电子信息、石油化工、汽车与装备制造、清洁能源等为支柱的2+2+N 现产业园、铜湖生态智慧区。环大亚湾新区、珠三角、惠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，规划了一园、两组团、多片区的空间布局，按照建设自贸区的标准，积极落实中韩自贸协定有关规定，布置推广广东等自贸区30多个世界级创新项目相继进驻，广东发展正在芽生。金融、文化、教育、治安等工作和保证体系，实施了20个城市，先后与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、银河桥牌、旅游城市，每年投入20亿元治水、20亿元植树，全市森林覆盖率达62%。因为财政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。从公元591年设立玄州府，当时是整个岭南有两个府，一个广州府，一个玄州府，接下来有1400多年的京城历史，一直是围绕这个西湖发展，就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个西湖，那个是最早的一个流失的一个市区的所在。当时的京城区面积，包括我们的这个原来的惠阳地区的这个，惠州的设立了这个惠州的东南产业园，这个是一个大的发展背景。情况下，我们在惠州的主要城市空间，我们是支持区域协同发展和竞争。目前我们公布的这个深广惠三个区域的人口大概是接近30000000的一个常住人口。这个九个我们珠三角的一个特点，那么总结起来就两港，一个是惠州港，我们这是惠州是天然的一个两港。在被这个大亚湾的这个环抱之中呢，应该这个水温条件、气象条件都非常优良，是一等大港。第二。